不，你们放开我，救命啊！请问哪位是林苗苗女士？您的外卖到了。外卖小哥，我在这里。这是您的外卖。哦，好的。原来是一位盲人啊！祝您用餐愉快。谢谢。发现花钱目标：姓名林苗苗，年龄18岁，分数87，评价为他花钱可得5倍返还奖励。哦，居然还是个5倍返还美女，难道后面有故事要发生？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你的债主。你爸欠我们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谁欠你们钱请你们找谁去，我又没钱给你们。还好意思说，你爸都已经足足消失7天了，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他的人影，父债子偿。你是他女儿，他跑了我们不找你找谁？可我真的没钱给你们，你们看我这情况，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，又怎么会有钱给你们？我不管，如果你拿不出钱来，那就只好跟我们走了。但凡你那个不成器的爸爸还有点良心，自然会拿着钱来赎你的。不，你们放开我，救命啊！住手！嗯，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我还当是哪位大英雄呢，原来是个臭送外卖的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这事我还真管定了，不就是钱吗？他爸欠你们多少，我替他还。呵，你替他还？你个臭送外卖的，别以为用了苹果15 Pro Max 就觉得自己牛逼。必须。那你可听好了，他爸可欠了我们足足150万，你个臭送外卖的还得起吗你？你胡说，我爸明明只借了你们100万，怎么才半个月就变150万了？利息不要钱啊，借据上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，超过15天不还钱，连本带利涨到150万，你爸还签字画押了，可别想抵赖。你们这是违法的，外卖小哥，麻烦你帮我打电话报巡捕。你敢？你要是敢报巡捕，今天我们就鱼死网破，谁都别想好过。你别冲动，不就是150万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会替他还。你给我个账号，我这就转过去。哦，行啊，狗子，给他账号。好的，老大，给。收到一条未来新闻，2小时后，淮海路78号的太酷辣烧烤店因煤气泄漏突然发生爆炸，造成多人遇害。太酷辣烧烤店，那不就是马路对面那家吗？这俩人丧尽天良，要不要给他们个教训呢？你已到账150万元。恭喜宿主为林苗苗花150万元，获得5倍返还奖励750万元。想不到这外卖佬还挺有钱，15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替他还了，难得遇到个人傻钱多的，不狠狠宰他一笔怎么能行呢？钱已经一分不少还你们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等等，谁说你们能走了？他爸一声不响就跑了，害我们花了不少人力财力去找他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伙食费跟路费总该给我们报了吧？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，吃相太难看，小心遭天谴。你给我闭嘴！总之，你们至少再拿出20万来，否则这事别想玩。得了便宜还敢打人，你们也太不是东西了！这种社会渣子留着只会祸害人间。就说给不给吧，我的刀可不长眼睛哦。行啊，20万就20万，转过去了。你已到账20万元。恭喜宿主为林淼淼花20万，获得5倍返还奖励100万元。老大，这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这样的要求他都答应。多给你哥我学着点，这样才能挣到钱。既然大家握手言和了，前面有家烧烤店，不如我做东，请你们去吃顿烧烤吧。哦，白赚70万不说，还有白蹭的烧烤。好啊好啊，老大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？我们再整几杯喝喝。行啊，走，兄弟来，你是我见过最敞亮的纯爷们了，我敬你一杯。大哥，你看人家斯斯文文的，应该不会喝酒，我陪你喝。现在距离煤气爆炸还剩最后5分钟啊，是时候撤离了。大家快跑啊，煤气泄漏了，有危险。嗯，煤气泄漏了，你闻到了吗？没有啊，这小子怕不是在发酒疯吧。我确实闻到了煤气泄漏的味道，大家要相信我作为一位盲人的嗅觉，赶紧跑啊。也对，这种事宁可信其有，赶紧跑啊。